建源議員。主席，本人想就住咧係削減教育局長全年薪酬嘅呢個動議咧，係即係發言嘅嚇。咁就住即係呢個問題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有感受。香港嘅教育一直以嚟其實係個條件係相當之好。我相信咧，如果有另一位局長去帶動香港嘅整體教育發展嘅話咧，我哋可以完全有唔同嘅一個表現。我哋嘅高等教育，譬如話大學喺世界上嘅排名，其實相當之高。呢個咧係同香港嘅大學嘅數量咧係唔成比例地高嘅。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優勢。我哋嘅中小學，如果你話用一啲國際嘅評估嚟到睇嘅話咧，即使條件唔係咁好，但係我哋咧都有相當之出色嘅表現。呢個表現咧喺我哋東方嘅文化嘅系統底下，我哋嘅老師好盡責，我哋嘅學生咧相對嚟講亦都係勤力，我哋嘅家長對學生期望係高，我哋整體嘅教育咧嗰個條件係相當之優越。但問題就係，到而家我哋見到嘅係我哋嘅家長唔敢對我哋嘅教育有好高嘅期望，佢哋紛紛諗辦法將佢哋嘅小朋友送去國際學校，送去外國讀書，好多都諗住離開我哋嘅教育系統。我哋嘅教師面對住我哋嘅成個教育制度到而家咁不濟，我哋冇辦法能夠安心咁樣去教學。好多時候老師都諗住啊，我點樣能夠呢係喺跟住嘅日子裏頭，我學校能夠保得住，我教職能夠保得住。嗰、那個教育冇辦法能夠喺一個穩定嘅情況之下發展。而年青嘅教師亦都冇辦法去入職。年青嘅教師其實係我哋嘅所有年青人，呢個年青人呢，佢哋有一部分好想投身教育工作。呢啲將為我哋嘅教育嘅新血，如果我哋冇呢啲新血加入嘅話，我哋喺幾年之後，我哋就冇教育嘅中堅。教育隊伍冇咗中堅嘅話，我哋教育就冇辦法有一個長遠嘅發展。但係而家我哋年青人都知道教書好困難，佢哋如果有條件嘅話，佢哋都唔會考慮入職。如果唔打算入職嘅話，亦即嘅話，佢哋亦都唔打算接受教師嘅培訓。我哋嘅教師培訓亦都冇辦法培養到我哋更加好嘅年輕人成為教師。我哋嘅家長對教育冇信心，我哋嘅教師對教育冇咗一個好穩陣嘅一個環境。我哋嘅學生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頭咧，係受盡折磨。受盡折磨嘅包括我哋而家嘅幼稚園嘅學生，包括咗我哋嘅小學，譬如話有一個叫 TSA 嘅東西，不斷折磨我哋嘅學生，唔能夠令到佢哋咧好好咁投入佢哋學校嘅多方面嘅教育生活，只能夠咧係不斷咁接受無謂嘅操練。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制度上面所帶嚟嘅影響，亦都係我哋嘅教育領導冇辦法能夠令到香港走出一個困局。呢啲困局其實其中一個原因係嚟自我哋嘅教育嘅規劃嘅不善。教育規劃嘅不善令到我哋咧係不斷係受住咧係人口波動嘅影響。喺呢個大廳裏頭，我多次都提出過呢個問題，就是當人口上升嘅時候，我哋嘅教育受到折騰；當我人口下降嘅時候，我哋又受到折騰。究竟我哋嘅教育規劃當中，第一預測有冇做好？第二預測咗之後有冇一個好嘅對應嘅方法？喺呢兩方面，到目前為止都係令到大家非常之失望嘅。我哋唔知道下年、後年究竟會點樣，我哋更加唔能夠講五年之後係點樣，因為教育局從來唔能夠咧話俾我哋知超過兩年之後嘅事。佢話俾我哋知就係教育規劃今年只能夠講出年，出年講後年。
但是我们整个对应的周期是必须是有一个更长的时间的，因为我们在学校，我们或者学展外班房，全部都需要时间。如果我们要培训老师，也都需要有一个几年的周期，全部都要在之前就已经做好。但是到现在教育局没有做到，而教育局长也都不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我们的教育局所带领的我们的教育政策，就是导致到我们的家长终日惶惶。例如究竟下一年我们的小朋友有没有幼稚园的学位，我们再过一年我们的小学一年班，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学位，又或者如果人多起上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原先有的小班教学政策突然之间又变成大班。这些全部都是随着这个人口的升降呢，是被动地牵着鼻子走，没有办法去做好预测，然后做一个协调，做一些的调整。咁於是呢，我哋嘅教育制度呢就不断呢係受住呢嘅影响。个規划问题再落去嘅影响就係中学。中学我哋而家面临住一个缩班殺校。虽然政府话三保政策，但係大家都知道呢啲办法呢係冇办法令到呢香港真中学真真正正得到稳定。中学嘅校长们老师们到尋日都仍然话俾我知，究竟几时这些有部分的学校将会一班都开不到呢，而这些政府似乎都觉得没什么问题，有它发生。再下去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一样会出现人口带来的一个影响。迟些我们会见到自资的副学位的课程呢可能会有萎缩，但是自资副学位的课程所带来的高学费，跟住我们的学生孭住一身的学债毕业，但是在人口推算里头，我们知道呢就是原来副学位的课程呢将会有剩余的需求，即是说呢他们将来那个就业啊等等呢其实会有很大的困难。好了，这些一系列的所有的问题，其实在教育局我们都希望教育局能够去解决，而教育局长就起着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教育局长如果能够有一个高瞻远瞩，对教育有认识，他对教育知道呢他是应该怎样做，他能够呢动员他的教育局的团队好好地分析这些问题作出解决，我相信香港教育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在东南亚做出我们一个是典范出来，我们的条件相对起中国内地会好得多。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我们的教育里头家长教师等全部都很忧心，国际的比较我们也都是慢慢有一个越来越差的一个现象。我们如果比起我们去外地去参观去考察的时候，我都见到中国内地的沿海的城市，他们的教育领导人，他们的决心，他们那种的视野带动的发展，是完完全全是比香港是能够稳定地进步，而香港似乎我们真的没办法是给到一个信心。吴克俭局长他的个人的特质是导致到这个问题的来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在教育上面其实是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到现在他仍然勤于外访，其实我们很希望他能够真真正正地去了解香港各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是去认真地思考，但是他外访的次数呢，我相信是这么多局长当中呢是头几位，如果不是第一的话呢都应该是第二第三。为什么香港这么多教育问题他会放低
唔理，去睇去咗外國去睇啦。去咗外國睇咗啲好嘅例子又好，唔好嘅例子又好，佢打算點樣翻翻嚟喺香港做咧？我哋都唔見佢有咩向我哋交代。如果佢本身嘅對教育嘅認識、對教育嘅政策已經掌握已經好好嘅話，佢去外地去參觀下、了解下，我覺得我哋都唔介意。但係問題並唔係咁樣，我哋都知道佢實際嘅情況係如何。條件已經係本身唔具備得好啦，對於教育嘅政策問題亦都冇好好掌握啦，同立法會嘅關係亦都唔見得好。我哋好多嘅立法會議員希望同教育局有直接嘅溝通、有對話，但係咧都可惜呢方面嘅工作，吳克儉局長本人係做得非常之少，同本人嘅直接嘅溝通亦都非常之少。我哋有多次要求同佢直接嘅對話，希望咧就住而家啲教育政策去傾，咁佢都好希望咧能夠用一啲輕鬆嘅方法咧嚟到去同我哋咧傾談。但係我哋當然希望係去正正經經咁樣去傾，咁但係呢啲全部都落空。如果佢唔能夠處理好政府同埋立法會之間嘅關係，佢亦都唔能夠帶動到香港嘅教育政策咧係向前走嘅話，其實佢係辜負咗香港市民嘅好大嘅期望，而最大嘅損害當然就係我哋嘅學生。我哋嘅學生係我哋嘅資產，我哋嘅年青人數量其實係越嚟越少，理論上我哋應該係俾佢哋更加好嘅教育，俾佢哋更好高嘅期望，而且佢哋發展嘅潛力應該比我哋都大。但係好可惜，到而家我哋感受到嘅年青人，佢哋對前途越嚟越感覺到渺茫。比如話升大學嘅機會其實係並冇改善，咁多年嚟升大學係好多年青人嘅一個期望，我哋喺個百分比上面呢到而家點解都唔能夠去增加呢，而係要求我哋嘅學生年青人呢係用好高嘅學費去修讀副學位課程，然之後去投身教育社會呢。這個的安排本身對於我們的年輕人來說是不是一個合理呢？我們的年輕人在整個學習的過程裡頭，譬如說進入了新高中，所有的老師、所有的朋友都會告訴教育局知他們是很辛苦去考這個試，因為他們除了考這個試之外還要做很多的校本評估，同時間有好多學生係喺呢個學習上面冇辦法適應得到，因為咧佢哋嘅學習能力咧其實未必適應到一個咧係學術性嘅一個高中嘅課程嘅。但係我哋喺教育局方面咧對呢問題亦都視而不見。到今年我哋咧終於咧係由特首咧係即係提出就話應該咧開展高中同埋高中階段之後嘅職業教育嘅呢方面嘅發展，呢個呢其實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但係教育局會唔會俾到一個好好嘅答案，我哋點樣喺香港開展我哋嘅職業教育呢？我嘗試同克儉局長去傾談呢個問題，咁但係可惜呢呢個對話呢係冇辦法好好咁展開。香港的職業教育的發展，我相信呢是對於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高中階段都不會只有文法教育，我們的香港的學生是被迫在一個升大學的這條路上面是全部要走這條路，然後大家在一個考試裡頭互相去競爭，結果造成了大量的失敗者。這失敗者不是在文憑試之後才感覺到失敗，他是在之前很早的時間就已經感覺到失敗。
我哋唔单止系令到学生失败，而且我哋亦都令到我哋香港人对自己嘅教育制度有一种好强烈嘅失败嘅感觉。我觉得呢个系教育局长应该好好去正视。